娘，你怎么在这儿？说，我师妹白晶晶在哪儿？你找你师妹干什么呀？不是应该去找猪八戒吗？谁是猪八戒？猪八呀，你忘了，让你怀孕的那个大哥呀。你再说一遍。谁？我知道我师妹来过这儿。说，她在哪儿？都过了这么多年了，你还是不肯放过你师妹。新郎官，看来你跟我师妹很熟啊，干脆你告诉我。我不知道，我只知道她500年后会跟你有一段很深的缘分。念在你们姐妹情深的份上，放过她。看来你这个人心肠还不错啊。那些是你朋友吗？不要！啊！说，白金在哪儿？如果你要杀的话，就杀我好了。他们不认识你师妹，他们都是无辜的。好主意，好主意！好倒霉，怎么又死了？啊，怎么是又呢？我最佩服不怕死的人了。既然这样，我成全你啊。等一等。我还以为你真不怕死呢啊。反正我都要死了，你就帮我一个忙行不行？我听说如果刀子快，部位准，把人抛开之后，人不会马上死掉，眼睛还能看得见东西。你就当帮我个忙，出手快一点。把我的心挖出来，让我看一看，行不行？你说什么？我有一个朋友在我的心里留了点东西，我想看一下。莫名其妙，你到底要不要死？要死，还是这儿？下手的时候尽量快一点。我想看看我的心。再不死就别死了。要死，尽量美观一点。毕竟我是靠外表吃饭。要不要给你雕个花啊？不用了。我是王。想想人生无悔，都是赌气的话。
死了也好，这样我就可以顺理成章地跟紫霞成亲了。去救姐姐，等一下姐姐就要救妹妹。美人，你又想干什么？我们今天都成亲了，你还绑着我姐姐，以后让我在娘家怎么做人？可是这个贱人他要杀我。你不肯放他就是不肯娶我。放他跟娶你是两回事，如果我放了他，你反悔我怎么办？唐僧和月光宝盒都在你手上，放心吧，我一定会遵守承诺的。美人，我美人，哎呀，干什么呀？不要以为你放了我就感激你。我不想再逗了，你走吧。我这辈子就你这么一个姐姐。你说不逗就不逗啊，想得美。姐姐，你还是不肯罢休。对呀，你要结婚我偏不让。牛魔王想娶我妹妹，除非我死了。那我就成全你。姐姐，我这辈子也就只有你这么一个妹妹，见那只臭猴子救不了你。我说过的，我是不会让紫霞嫁给你的。我们郎才女貌天生一对，难道你这妖怪来反对？别人说你们郎才女貌那是客套，自己说自己是郎才女貌那臭不要脸。敢这么跟我说话，气死我了，我要叫你身上插满窟窿。你以为你是容嬷嬷呀？少废话，打就打。还有你才是妖怪，姑奶奶我可是神仙。走，姐姐。看呢，我就说肯定会变成这样子的，故事的发展一定是这样子的。总之我都快死了，你就告诉我嘛。怎么比我还快？你真厉害，哥哥你的陀佛。住手，打我姐姐。是时候了，走。幻影大法。Thank you.
知道你要偷袭我。凶这么想，讨厌。小香，不是你妹妹，赶紧再给你算账。哥哥，哥哥，我在这儿。我的移魂大法把我移到了果果的身上。香香，阿弥陀佛。那你是谁啊？我是青霞。姐姐，你干嘛？占我便宜啊！师父，二兄，咱们先救师父，回头再收拾你。想救他？观音大师，我开始明白你说的话了。以前我看事物是用肉眼去看，直到我死去的那一刹那，我开
师兄，跟他们拼了！是的。拜过了祖师爷，再喝了合欢酒，你以后就是我牛家的人了。过来，哇，大师兄好帅呀！的臭猴子，孰归孰，话不可以这样乱讲，你再这样说的话，我一样可以让你毁谤。给我杀了他。想杀我？来呀。各位对不起啊，我打的这个喷嚏是不是让你们很失望啊？这下满足了吧，师父？师父，悟空啊！师父，弟子昔日罪孽深重，幸亏观音大师指点迷津，现在一心皈依我佛。
真是不好意思，让你在你的兄弟们面前啊这么的没面子。没关系，我来帮。你瞅瞅我的厉害，无敌牛师。哎呀，好多牛尸啊。我的猴崽不杀，把这帮臭猴子都给我杀光，让他杀。
你认错人了。大圣，我跟你说了多少回了？是齐天大圣，齐天大圣啊！拜托，齐天大圣孙悟空是吗？你不是要去西天取经吗？你带我一起好不好？对呀、啊，有一个女人陪着我去，在我寂寞的时候，还可以当个女保姆。想一想，真的是，我受不了了。哦，快过来，抱着我，抱着我。你有没有一点廉耻之心？你一个女人随随便便让人家抱，我受得了。我受不了你呀、啊！你长那么丑败，大家都是神仙，你帮帮忙行不行？不要再来性骚扰我了。为什么要这样对我？生气了？我会生气的。想哭？那你就该哭啊！快点哭！不要停啊，赶紧的哭出来呀，快点。送你们这帮畜生上西天！能够保护好师父。又要干什么？你肯过来了吗？为什么这么关心我？你让我死好了。我没有关心你，只不过蝼蚁尚且偷生，神仙干成你这样，干脆别干算了。孙悟空，你斗不过我的。开什么玩笑？去看你救得了谁。别再妨碍我，要死死远一点。等等，还骗我。
子想把城顶住，我扇，我给你顶回去。着火了！不要再来烦我了好不好？你到底要干什么呀，贱人？混蛋！你才混蛋！你不是人！你才不是人！能不能别再烦我了？我跟你说了那么多话，难道你还不明白吗？你又明不明白？我已经不再是神仙了。我只知道一件事，爱一个人是这么痛苦。别再跟我说这种废话了，再告诉你一遍，你认错人了。那这串金铃是在哪里买的？
领地。二兄，这么早就醒了？发生什么事啊？大师兄，昨晚我们遇到一场大风暴，你把我们带到这儿来的呀？走。去哪儿啊，师傅？天竺。师傅怎么这么讲话呀？师傅说话一向简单明了的。走啦。二兄，小心啊！我没事，都怪我自己不小心。谢谢你，师弟。哎呀，不客气，走。走。不会吧？小心点。来，这边走，这边走啊！来，我结果，你，对不起啊。对什么？那么大一只，别挡路，乱七八糟，啊！相传500年前，这里就是水帘洞，就是孙悟空住的地方。当时孙悟空和牛魔王大打一架之后，把牛魔王杀死，救回了唐僧。之后世界上就再也没有妖怪了。啊！刚才那个戴着猪头，以为自己是猪八戒呢。大哥，大哥，怎么？化成这个样子就以为自己是孙悟空是吧？老兄，给你一个建议啊，有点专业精神可以吗？你看这个妆，头发分叉，对不对？边上都开了，露出头皮也不好看。就是，我跟你说，要出来混饭吃，必须要怎么样呢？得花点本钱是吧？得下点本钱。你看这个妆，一看就恶心，对不对？你不要这样看我，不要这样看我，生我气，我也这么说是吧？什么乱七八糟的。我不会生气、啊、玩好，当然玩得开心，还用你说呀，是吧？是、啊、来来来来来，这边还有，这边还有啊，这边还有。嗯，大师兄你来了，喝口水，我们上路吧。你不要这么热情，我很不习惯。哎，你是师兄，我是师弟，我这样做都是应该的呀。菩提洞。对呀、啊。大师兄，你在看什么呀？谢谢啊，再来啊。大仙，嗯，卖豆腐那个。哦，你说的豆腐西施啊，我听这几人的讲呢，
他每天很早就起来磨豆腐，很辛苦的，赚来的钱呢全在给他相公上京考状元了。状元呢？这些日子你受委屈吗？不委屈，为了相公一切都是值得的。亲爱的亲爱的亲爱的，滚。喜欢娘子磨豆腐，辛苦娘子了。难过就哭了，开心就笑嘛，要又哭又笑算什么？不就是磨豆腐吗？我也会。这你就不懂，这叫做喜极而泣，是指遇到意想不到非常好的事情的时候，就会激动的流眼泪。哇，大师兄不愧是大师兄哎，文采出众，这么厉害的成语都知道。走，走啦。悟空啊，去看看。好，师父。我也去，我师父。你看楼上有人，找好久了。你看看他俩，你看看，你们干嘛呢？这是，就是，还不会是要跳楼吧？啊，这么高呢？是啊，挺高的呀。哎，这两个人都已经站在城楼上三天三夜了，这干什么呢？这是，两口子吵架吧？看来我不应该来，现在才知道太晚了。留下点回忆好不好？我不要回忆，要的话留下你的人。你这样只能得到我的肉体，但是得不到我的灵魂。我已经有爱的人了，我们不会有好的结果。你让我走吧。好，我让你走，不过你走之前得先亲我一下。好歹也是个西洋武士，你叫我亲我就亲，那我岂不是很没有面子？你撒谎！你不敢亲我是因为你还喜欢我。我告诉你，如果这一次你再拒绝我的话，我就杀了你！我跟清香辛苦了大半天，我们能不能不要这么做？坚持住，我这就去找玉帝，姐姐一定会回来救你的。紫霞，我对不起你，只有这样至尊宝才能够回来。如果至尊宝回不来，就变不成孙悟空。如果变不成孙悟空，我找人顶替他的事情就会被发现。如果这件事情被发现了，那么我写错天书的事情也就暴露了。我该怎么办？
我该怎么办？好你个玉帝，原来孙悟空辨认至尊宝是因为写错了天书，那因为你用错了情，现在至少我要至尊宝也找不到孙悟空，还要被迫嫁那个臭牛，这个责谁来负？大胆，你偷听天机，理应，理应！我呸！错改了天书，这又怎么算？有事好商量的，我也是一时失误啊。好，那我问你，现在孙悟空在哪里？你看，你看，孙悟空这不是醒了吗？还在救人呢。这是怎么回事？这是他皈依了佛门，自然要了却一切前尘杂念，这样才能安心取经嘛。放你的狗屁！我不是让他取经，我是让他取紫霞。孙悟空他身负取经重任，紫霞为情而死，这是天书所写。天意难违啊！你说什么？我妹妹还得死？这都是天书上这么写的，我也无能为力啊。天书还不你个老东西写的，你无能为力是吧？好，那你错写天书，找人冒充孙悟空的事被公布于众，我也无能为力了。青霞，我有办法，我还有办法，我至少也是天界之主，多少也给我留点面子呀。那你有什么办法呀，玉帝大人？我继续找，我继续找人顶替孙悟空，我再找人替紫霞死。求玉帝，让我替紫霞去死。你可想好了？你一旦替紫霞去死，你数千年的修为就会烟消云散。到时你只能回到佛祖身边继续做回灯芯。我此生只记挂两个人，一个跟他斗了一生，一个被他误了一生，但除了他们，我这一世再无牵挂。如今心愿已了，如果重回佛祖那里，对我来说反而是一种解脱吧。我愿意代替孙悟空去取经，但我也有一事相求。在我陪唐三藏取完经之后，请你让我代替紫霞化作灯芯。你不要想太多啊，这个女人缠了我这么久了，我也想让她尝尝被人缠的滋味。臭猴子，你这是真心的吗？什么真心不真心的？男人在讲话，女人不要插嘴好吗？那好，我就成全你们。如果没有别的什么事，我现在就送你们下去。不过，你们也要信守承诺，帮我保守秘密。哎，等等，既然话已经说到这个份上了，那我们要谈一下取经的待遇问题了。待遇你个头啊！待遇，马上就要分开了，有什么话还不快说？还待遇？其实没有什么话，我说不要搞这种形式主义嘛，咱们快走，抓紧时间下。等等，我有话要说。哎，咱们路上再讲嘛。不，你就要先说。你看人玉帝，我有三个问题要问你。哇，三个问题这么多呀？你嫌多是吧？那我还是早点送你上西天，杀你得了。哎，要不然就说你这个女人啊，动不动就打打杀杀的，就不能偶尔温柔那么一点点吗？我说你当时追我的时候，你怎么不这么说呀？你都这么美了，我还能说些什么呢？那我现在不美吗？何止是美啊，简直是艳绝三界啊。第一个问题，你追我的时候到底什么时候失明？什么时候是孙悟空？当然自始至终都是我呀。你想想，那个孙悟空哪有那么好的眼光，一眼就看出了天上地下最美最真最有性格的女孩子啊。第二个问题，你对我说的那些话到底哪些是真的，
哪些是假的？除了我说我是齐天大圣孙悟空之外，其他都是真的。第三个问题，你到底……照顾不好你自己，我做鬼都不会放过你。姬倩，姬倩，这什么情况？别回来了！
来越热了，再不走就变成烤猪了。这里快爆炸了，要用运轮保护才能离开这里。走。曾经有一份真挚的爱情摆在我面前，但是我没有好好珍惜，直到失去之后我才后悔莫及。尘世间最痛苦的事莫过于此。如果上天可以给我一个再来一次的机会的话，我会对这个女孩说三个字：我爱你。如果非要在这份爱上加上一个期限的话，我希望是一般你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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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哪儿来的失望，不勉强又怎会迷惘，一路上依靠着信仰，你的陪伴是不断的力量，一生得到多少同样伴随着失去，不必太紧张，原来哭着笑着爱着恨着都会让人更坚强，所有痛苦快乐背后回头看看，哪有